那接下来第十八题，把十七题的 sin 改成 cosine，它也会收敛吗？好，那这个是不会的，因为这个可以直接看就好了。当你的无穷项 n 趋向无穷大的时候，这边会是零，cos 零是一，所以无穷项它不会是零。sequence 无穷项不会是零，那合起来就不会是收敛。所以这边直接写就好了。所以跟第七题的那个原因一样，所以一样是利用 divergence test。